俗话说，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。人生在世，有时候一句真诚的赞美或好话，仿若阳光一般，使人全身温暖，浑身舒坦。如果是一句伤害对方的话，往往会伤人自尊，甚至不会痊愈的，留下永远的伤疤。自古病从口入或从口出，说话是门艺术，更是门技术。否则就如鬼谷子所言，口可以食，不可以言，饭能随便吃，但话不能乱说。我们要学会做个送温暖的人。一观云长对此非常的不以为然。当然，我们说的是历史上真实的关羽，而不是三国演义里的关羽。建安24年，对于刘备，关羽和司马懿都是好年头。刘备苦熬了一辈子，终于自立为汉王，开创了蜀汉。关羽如愿以偿的成了前将军，他的威望也达到了人生的顶峰，直接水淹七军，打得魏国措手不及。而那一边的司马懿也终于熬出头了，曹操病危，他终于开始有机会崭露头角。对，其实司马懿在曹操手底下一直得不到重用，一直被打压。当然不是因为他有狼顾之想，而是因为他年纪太小。司马懿足足比曹操小24岁，只比诸葛亮大2岁。实际上他跟曹丕才是一辈人。既然是见龙在田，司马懿自然是要露一手，显示一下自己的能耐。有时候我们被小说《三国演义》影响太深了，司马懿实际上比诸葛亮会用兵，而且善用奇谋巧武，这是诸葛亮最头疼的事情。陈寿评价诸葛亮奇谋微短，啥意思呢？诸葛亮不善用奇谋，这也导致了他后来直接拒绝了魏延的子午谷奇谋。不善奇谋的人自然不会用奇谋。从谋略上看，孰高孰低你自己判断吧。二，司马懿既然想亮一手绝活，当然不是想想而已。关羽水淹七军，曹操也确实害怕了，差点就离开了许都，避其锋芒。面对关羽大军压境，咋整？司马懿认为没必要撤退，于是他使了一招奇谋。这一招直接改变了刘备、关羽的人生。司马懿对曹操说，现在关羽旗开得胜，自然志得意满，东吴的孙权自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。哦，对了，虽然东吴和蜀汉是联合抗曹，但其实两家也是各自心怀鬼胎，都期望自己的邻居过得不好，过得不如自己，这是人之常情。曹操说，依你之计该如何？司马懿说，派人去劝说孙权，让他从背后偷袭关羽，事成后多分他些城池。这一次曹操终于没有拒绝司马懿。三，孙权面见了曹操的说客，马上明白了司马懿的心思，他当即做了一个决定，不上当，跟关羽搞好关系。古往今来，拉关系最好的方法就是结亲家。如果你真去读读史料，你会发现三国之间都是亲戚关系。张飞老婆是夏侯渊的侄女，刘备是孙权的妹夫，孙策投靠袁术，并任袁术为义父。张飞女儿嫁给了刘禅，她是刘禅老丈人。孙权心生一计，决定跟关羽亲上加亲，让自己儿子娶关羽女儿。史料记载，是权遣使卫子所与女，与骂辱其使，不许婚。权大怒，孙权自降身份跟关羽结亲家，给别人是求之不得的事情。结果呢？关羽送温暖了吗？不，他痛骂，甚至侮辱孙权派去的媒人，说别赖他们想吃天鹅肉，让你们主子有多远滚多远。很显然关羽忘了一句话，会说话的人留说话于余地，不会说话的人没余地可说话。如果关羽不同意，好好说也行，但是他说的话让孙权的心拔凉拔凉的，自己好心好意居然被人这么侮辱，太没面子了。既然如此，你不忍，休怪我不义。历史的蝴蝶开始扇动了翅膀，接下来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了。
关羽进攻魏国之时，吴国突然偷袭，正值人生巅峰的关羽正在膨胀呢，根本看不上孙权。结果你懂的，关羽大意失荆州，败走麦城，最终被吴国潘璋部将马忠的埋伏，被擒何尝。此关平于邻居被害，关羽的人生告诉我们，在一个尔虞我诈的世界里，一个人说话如果不动脑子，往往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。有时候越膨胀越不爱动脑子。后来的张飞生怕这句话不够精确，再一次用生命做了验证。似咱们中国人有个特点，爱面子，因此我们平时说话不仅是给人面子，也是给自己面子。如果不给别人面子，自己也没面子。归根结底，面子是自己给的。只可惜我们很多时候说话还是不太喜欢动脑子，藏不住话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只管自己说，丝毫不在于别人的感受。长此以往，必然是损人不利己。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送温暖，别让不会说话害了你。铭记鬼谷子的一句教诲，欲说者勿引渡，记事者勿循顺。说话前一定要暗中揣摩，做事前一定要顺应人心，说话别太冲，平心静气的好好想一想，想明白了再说，做事别太急，顺应人心去办事，自然事半功倍。一个真正会说话会办事的人，永远让人春风拂面，如沐春风。学习更多国学鬼谷子智慧，敬请关注鬼谷道微信公众号，我们一起纵横捭阖，鬼谷论道。